到底怎么刮？我们可以请那个，你认识阿东在帮可西刮吗？可以稍微示范一下吗？你阿东，我们两个示范一下自己当初怎么刮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都没有，我们大家都有刮过痧，对不对？刮过脚，刮过背，刮过手。他这刮其实蛮特别，我那时候是当时第一次学到。对，这个、刮痧我们其实它不叫刮痧，它叫滴痧，滴痧。那个滴就是你去查查看，是用手掐的意思。那个滴，一个手字部一个掐，叫滴。阿东，你示范一下啦。示范一下，大概弄一下动作。弄这样对。可是如果认真弄，他鼻头应该烂掉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做动作好。就是这样，一直去拉它，一直去拉它。嗯，啪，要啪一下。要碰。好好。也都是来真的，也都是来真的，有 NG 很多次吗？其实赏巴掌跟刮痧比起来，刮痧还比较难啊，对啊。嗯嗯嗯嗯。因为刮痧他当时 NG 了，其实十几次，对。是为什么？是笑出来，还是痛到流出泪来？不是，因为一刚开始前五次就不真正去掐去滴，所以就完全感觉只是两个人在调情，就是不太对嘛，就是不太对，就是比较轻描淡写的，很像在逗对方。对，所以必须要用力的掐或拉起来，把那个肉拉起来。嗯，所以是因为这样比较难，所以到后来应该也笑不出来哦，一开始都有笑场。